看原来。哎呀，你这完全好意思，你看看这意思。你这挺直的，挺不错。还这么大呢？这个编这个脖子是围着。买个梨，它有不大，有那是其实啊，可好了，不用不用挪个碎，啊，这不用摘碎啊，不用摘碎，这个比过去的啊，比过去的好，啊，好了，还没买，对，哎，我们下面拿出来。这是不是不烫了？烫不烫？也烫，但是没有那种做出来。啊，也烫。啊。烫了，赶快再来晒。啊，哎，再打个针。那我不去了，我拆了先。拆吧。来，你咋不回来？看我的，我拆了。快给他打手手。打手手来。来，尝尝咱们老炒的滋味来。啊。刚吃过，这早上上热了，又再吹。哎呀，你这吹的更好哦。哦，前有劲儿吧？有劲儿是吧？也是会做饭。会做饭有劲儿，该不是？哈哈哈！我想，咱老炒多好啊。嗯，好，真好。好啊。嗯。还好热。他老婆子还咋说呢？他老婆子咋说？好了。太好嘛！太好了！不要拿个油板，不拿油板。对，拿油板，来来来来来，拿个油板。那么多就全给铲了。你想弄油板？这油板有什么讲究吗？油板意思是，拿个油板什么意思？这个油就不干皮。啊，这个膏就不干皮了，拿油板。啊。哎呀，小老婆，我先拿鞋板。哎呀，这是年龄一点比较高，我救不了。啊，先把它救下。嗯，对，救下一年。啊，这个就太烫了，我烫这个你看啊，不行，有干有劲一天，啊，有干有劲。哎呀。